那梦境是这样的，你在山崖下转来转去，怎么都找不到去那里的路，你眼看接近它了，谁知又绕了开去，来回盘桓了许久，最终只好放弃。随便寻一条山路，信步走去，直到它终于消失在山崖背后，你不免有些惋惜。你也不知道脚下的这条路通往何处，况且你本来就无甚目的。Thank you.